月平安，每日灵修，学习主的话语，有智慧解决问题。道路无疆，箴言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，定心中有智慧，必成为通达人。嘴中的甜言，加增人的学问。人有智慧，就有生命的泉源。古早有一个头脑简单、反应无灵敏的小主，伫厝内用文火来煮蜜汤。这时有一个长辈到伊家中来拜访。这位反应无灵敏的小主，见到了这位久久未磨面的长辈，心内想着：我拄啊伫个用文火煮蜜汤，应该创一碗好好来招待这位长辈。对安尼，伊为着想要赶紧的啉一碗的汤水，就用一支的扇拼命热下来的蜜糖水，长辈伫一边看见啦，就对这位反应无灵敏的小主讲：“你为什么无大声熄灭下面的炉火，只是伫下顶热的袂停？安尼怎会乎糖水冷落来呢？”兄弟姊妹，咱是毋是有当时行事也安尼道路无共？真正的问题毋解决，只看到表面，到头来阁是一事无成。伫安静中思想一下，你目前生活中的问题，找出第一基本的问题所在，是毋是有一挂代志必须对根源解决？咱一齐来祈祷。亲爱天父，你讲敬畏你就是智慧的开端，明白你就是聪明。感谢你，阮要做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，因为伫阮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较多了，阮需要你帮助阮怎样处理和解决一挂问题，让阮有智慧找出问题的根源，有能力去应对和解决。感谢你是阮的依靠，也使阮平安喜乐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